各位女士先生，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大家长，台南市健美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海滨郭主委上台为我们致辞。各位选手以及各位贵宾，以及今天我最敬重的郑总裁判长，各位裁判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他都不要跟我们拍手。一个很高兴、兴奋的心情，参加今天的我们第14届的五城杯健美比赛。这一次的比赛人数呢，是我们历年来最多的。